都意为苦。人生就是因为意念嘛，为什么那世代不调和呢？我常常都说众生共业，众生共业呢，都是呢从意念内心的欲念嘛，啊，你求无止境吼，钱搁再积搁较侪啦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那这个天下世代呢不调和啦，那我们呢想要做再多再大的事业呢都没有用的啦，应该呢我们要虔诚祈求天下无灾难，因为普天之下这种的生灭变异吼实在是太多啦，无法度通讲吼啊随心如意呀、啊。大家人拢知影讲吼，他师父呢有三求三不求啊吼。那第一无求身体健康，我求求我要健康，我敢就会当好健康？那是无可能的啊。既然呢求，就是求不得啊，何必求呢？不过呢，我要求的呢是精神敏锐，唔免求健康。求精神敏锐啦，那我也不求事事如意。世间有啥物，倘若咱事事如意呢？人人求啊，啊就求也不得，那也是苦啊。求的不如意呢，那当然就苦啊。啊，我不会求事事如意啦。我敢那求呢，毅力勇气啦！我们真的要求的是毅力勇气啊！看看我们花心啊，要承担呢天下苦难众生，我们能没有毅力吗？我们一定要有毅力，一定要有勇气啊！那我也不求。这个责任减轻，我只求力量增加。我们来到人间，应该都要有为人间呢负责任，所以我不会求说啊，责任减较轻的，唔惊担责任。我敢那要求讲吼，力量爱增加。我们有这么一大群的慈济人。可以吗？从台湾为起点呐、啊，在每一个国度，那只要有一粒种子，它就可以呢不断的撒播，不断的生长。所以呢，唔惊责任重啊，就是呢，敢那求会当人搁在少。加吼，那加人加能量，然后那力量增加，这都是呢我们的期待吼。我阿弟媒体在咧报道，有一挂大学生啊，因要去体验清贫，因呢一礼拜的中间固定着400块不超过，有的人就会晓俭哦，唔敢买真好的物件菜来食，因呢会去菜市啊。去捡人菜头菜尾啊，人烂掉的菜叶啊，去捡回来吃。哎，在这样的生活中体验了一星期，接受了访问，亲像这样刻苦的生活，感觉安怎？在大学生啊。因就讲，感觉心情安，感觉这种的小福
的体验感觉真好。咱才会当知影，一切的快乐，毋是伫物质的享受，真正的快乐呢，就是伫一份心安自在。所以，听听即群的一大学生，伊伫即个生活体验中，咱会当知影。逍遥地久就是快乐。多欲为苦啊，生死疲劳将贪欲起。逍遥无为，就身心自在。所以，虽然这篇的文真短啊，不过咱若做会到呢，真正是海阔天空。咱的心啊，会当真正呢自在，真平安。当然，这对平常人来讲，好亲像无真简单。不过对修行者来讲呢，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应该爱感恩，多有为苦，人生中是因为呢一个意念啦。那这个意呢是多向的啦，因为我们的六根啊，沿着外面的六种的境界啊，我们耳朵听到的，眼睛看到的，无不都是呢，很容易被声音引出去的，被外面的境界呢、色相呢所动摇了心呐、啊，这都是呢，那呢，这个六根哈、哦，跟外面的六尘这样互相的接触。动摇了咱的心意识。贪玩呐、啊。贪吃啊，贪意念啊，贪之无穷，那样的放纵自己的心啊，散漫了自己的生活，的确呢，这都是造业的啊，大家呢造恶啦，造罪啦。这个罪恶呢，累积的太多了，自然就会造成呢水火风的不调。就如我们的身体，人人不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吃喝玩乐，造成了自己的身体呢，都已经自我破坏自己内脏器官。一旦呢，它一病发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呢要治疗就难了。人的身体只是一个小乾坤呐，我们人人共住的地方呢，就是大乾坤。假如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呢，
就如大地震一样，山河大地不就是像我们体内的器官吗？哪一个器官呢有败坏了，就山河变色，何像我们的血液。看，不管是肉体骨头或是我们的肉血，这都是呢如山河大地一样。看这样的大地一变啊，河川也改道了，而且呢万一啦，这样的湖泊又溃堤了以后呢，就如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血都完全了这个疏散的，那这个时候到底呢我们要如何能活下去呢？普天之下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啊，这种人都是在多益为苦。所以八大人劫经呢，佛陀这么说，多益为苦，生死疲劳。那这为什么呢？从贪欲起。所以我佛陀教导我们要少欲，较少欲一下，较少本分一下，那能这样子呢才会身心自在啊。现在为什么灾难这么多呢？就是因为呢人点点滴滴所累积起来。现在社会咱该看起来该听起来真多大企业家，企业真大，伊都是甲银行贷款真多，有时阵遐个财产呐无够贷款一家。经济好的时候，感觉名真大，财产真多，但是呢，平常就是不断不断地在立立住啊。有的人一个月啊，爱立的立住呢，是几千万啊。经济一无好的时候，这个几千万的立住就无法度好啦。安尼搁直直凹落去呢，变成了所有的产业都爱交予银行啦，银行就开始拍卖。虾米叫做呀？财产、地心，拢亲像迄个水上抛共款，一丁的名甲利，迄个名甲利呢？到底对人啊有什么的实质应用？常常想吃饭的时候，一支手才可以让我捧起了一块碗，可以拿一支香地，这块碗里面的饭啊，一碗应该就会饱，桌上给你多少的菜色，吃多少啊，其实肚子吃不多少。那睡呢，一个身躯要睡多大片的地方啊，一张床三尺宽六尺长，应该就会当好睡到真安稳啊。一身躯可以穿的衣服几长布呢，不用多少嘛，这样吃得饱睡得稳，
清的修啊，这敢是咱人生根本的生活，不是偌呢真富有，咱就是叫做快乐。其实富有是爱在内心，心若无满足，永远不富有啊。所以咱学佛爱学会晓安怎来理解，真正咱那是有的事，咱爱会晓安怎去用。无的事，唔通安怎计较？咱若学会晓安怎用，未计较，安尼的人生啊，就是幸福的好人生。在这段文就是说多用贵苦心思疲劳，其实我们在心思中在轮回啊，世间只不过是一个轮回路而已啊，是安尼行过而已。为什么都爱这么这么辛苦呢？为了欲念嘛，行了这条路呢，不只是这世人辛苦，其实来生来世啊，真正也是苦不堪言。所以在六道轮回中真辛苦哦。修行啊，大家人拢讲，安怎样才会当通脱离六道？其实上重要，咱的心呐、啊，咱的心应该爱超越，也那无呢？咱不管是天多人多啦，咱的心还是呢无离开啊，修罗。五鬼地狱畜生哦，所以这个六道呢，是完全在咱的心境里。人生实在是真短暂啊。这么这短暂的人生啊，也是很繁华啦。三界众生啊，拢总是不了解啊，这五蕴，人人呢，拢是受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安尼呢，迷惑了咱的心，因为外面的境界呢，引出了。咱内心的感受，迄种贪嗔痴慢疑，这种的心呢，这种的感受啊，就是因为外界的一切，所以使得咱的心呢，未当通平衡。那就是因为呢，咱的思想已经呢迷去啦。所以心比上未歇去啦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就会采取了真多的行动啊，做了真多的业力啊，这一切拢是从一念心，从一念心就是在咱稳重的咱的迄个意识的内底，这个意识。那是未去所造作的业呢，同款，佮归倒转来的意吼，咱这个业障啊，佮在延续，生生世世不断。这意识未伫外面啊，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是归纳伫咱家己。
这种的业的经济不断不断啊，在咧繁盛吼，在咧复制，所以啊，无明啊，都会不断生出来。是安怎来呢？就是不善思维，无正观力，不识机构啊！这意思就是讲，咱就是啊，会无明啊，会糊里糊涂啊，就是因为呢，咱欠思维，咱平常时的习气啦。拢总是呢，甲外面的境界一直延啊，一直延对外面出去啊，好亲像一个流浪儿共款，真贪爱耍，啊，拢一直呢贪对外面出去，真少呢，会晓要找倒来本家，咱的本家伫倒位呢？是迄念清净的本性。咱伫家己个清净个本性脱离出去啦，啊，唔止敢若听到声呢，无经过思维，都发脾气啦，连看到外面个色啦，咱嘛无经过思维呢，也就开始起贪念哦。这拢总是呢，无善思维啊，咱若会晓。时时训练出了咱呢，看到听，或者是看，咱若一旦经过了呢，迄、那个脑力啦，再搁再思考一下，安尼呢，都较无犯错的机会。所以，咱会无明啊，会造业啦，就是呢，因为不善思维，咱证明啊，伫37座图品内底啊，拢已经甲咱讲甲足清楚的吼。哎，咱安怎来帮助咱的心，会当真正的自在回归咱清净的本性，正知正见，咱嘛是真重要啊！吼，那。不管是八正道啊，或者是七觉智啊，或者是五根五力啊，这呢，拢是有迄个思考、正确和坚甲力吼。生死都有因缘哦，啊，过去生啊，我们造的是什么因而来？这一生啊，所得到的什么样的果的感受啊？当然啊，过去生啊，有什么样的缘而来？这一生的。会遇在一起，是欢喜的，或者是冤家的，欢喜的卿卿我我哈，都是呢很欢喜。但是呢，在欢喜中呢，也会在那一份当离弃时的悲苦啊。所以人生啊。这么短暂的一生中，是要欢喜呢，或者是厌呐、啊，恨呐、啊，厌与恨呢，这一生中会又结下了不好的因，又会牵连到呢
未来呀、不好的缘，那过去的有好的因呐、那这一生来感受呢，但是所见的、所会在一起的都是好缘，那好缘呐、又是这样牵牵绵绵的，又是在牵挂下去，但等到呢离那个时候。又是牵连呐、这是苦悲不堪，这都是人生，所以呢，才会叫做六道轮回，不断在六道中啊循环轮回不休。应该要知道，我们最重要的呢，就是生着、生活着的时候。难活着的时阵，我们呢，到底我们要来铺设什么样的道路？其实呢，我们人人呐、来到人生，都是呢，所过去的所预设好。不过呢，我们这一生要自我来预设未来，这个未来的道路方向。要如何铺寸寸道路啊，都是自己铺设过来的，所以请大家呢要记得把握当下的语言，心分寸都不能有稍许的偏差，还是呢方向要正确，不要因那一时的的这个亲啊缘啊来牵绊着啊，是怨啊恨啊啊来牵连着，都不要，要把心情呢要照顾好。这个生死薄凉呢，是安怎造成？是来自于咱苦，积了真多烦恼，所以有这个生死薄凉啊。所以咱都爱灭灭的烦恼啊，咱才有法度跳脱出来。那咱爱怎样？生死的因果啊，都、就是不断。甲人伫咧结因啊、做果啊，这种的因缘果报啊，所以由不得自心呢，那一定呢，就伫这个生死中，甲这对的爸母有缘啊，甲迄个人有缘，那夫妻啊，或者是呢子女啊，或者是哇坎坎坷坷的缘呢，真多啊，所以呢，咱若知影。素体十二因缘呐，搁再加上了用六道六种的气库呢，安尼来做一只船，要渡过了素体，也要冲过了十二因哦，吼，那一种生死的波流啦，咱有法度安尼安然渡过，这呢叫做涅槃，这叫做灭。多啦！既然咱的心境啊，规天拢伫这个六道中伫咧爬转呐、真正是真疲劳啊！这呢，一滴六道，心的六道中的咧爬转，就是因为贪欲起嘛。所以咱最好修行啊，就是消欲无为。咱爱学安怎去消欲起来啦？咱若消欲呢，咱的心都袂去作为啊。
心都未去作业吧，所以咱爱消欲，唔只是消欲哦，咱爱搁在地上，咱来当消欲地上啦，自然啦、啊，信心自在啊。所以这是点，不带人格经啊，内底一地子。消欲无为啊，信心自在。咱都爱自在，本来面对着咱的环境，啊，对着面的现实，咱呢都爱安分守己。咱来的时是带着什么福来？咱呢安分守己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付出，没的时候不能非分的贪念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就平安，我们就快乐。各位学佛啊，最重要就是要学的念心念消欲，时时刻刻呢要警惕自己，把心顾好，唔通开咱这个心的欲门吼，所以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咱的心，心永远都是无厌足的，咱定定。既然知影讲多欲贵苦，但是呢，这个将这个心啊，是永远无厌足，所以都是不断地咧追求。这就是第三吼，咱都是不断地咧追求啦。那所追求的呢，就是正中罪恶。咱到底？是伫咧求什么呢？愈求啊，这个罪恶呢是愈罪，这就是凡夫啊。心呢，拢总无止境的贪欲，愈贪愈罪嘛，愈求愈罪，因为安尼，所以会增长罪。菩萨都不是这样，菩萨呢是上念地藏，安贫修道，这就是菩萨的行为。新闻，迄、那个奈及利亚特别酸米引发了真大的波动，干阿伫迄个媒体报纸，这写着不当的语言，引来了民心，或者是宗教。激情分组不完，所以去消费那个报社，还有另外一派呢不完，所以就这样冲突起来了，思想啊无少啊，已经有200多人亡身啊，600多人受伤啊，有12000多人啊，为着这波的波动，社会动乱，
就敢那为着要举行安尼，因来了迄个国家，真正损失真大。看世界上水，敢有多一个查甫人是世界上水呢？一句话讲啊，情人眼中出西施嘛。多一个上水，爱迄个上水啦。无一个固定的水，尤其是呢，伫世界多一个人，会当通永远保持伊的水呢？因为啊，无常千变呐、啊，人的身体嘛是新陈代谢。这样也会老啦，安怎水呢？何况人生是无常的啊，会当保持偌水，所以应该呢，咱爱会当通了解人生啊，唔通贪欲。人生若有这个贪欲啊，这就是情中罪。同样也是三字头的38号。我这样的一个人，本来他有一个安定的事业，那就是开计程车嘛。但是呢，让他中彩了，就是得到了2000多万，扣税以后呢，1800多万，从此开始啊。吃喝玩乐啊，那昏天暗地啊，所以呢，就在2年多的时间花光光。那花光啦，家妻离祖散了，然后这样的人生啊，那一生落魄啊，那还是在米，还花了6年的时间，天天呢。花在这样的买彩券，看能不能呢侥幸的又中奖。后来就是他的姐姐啊，一直劝啊，用心的拉拔，终于呢劝他去工作了，恢复正常的。第一个月呢，领到了薪水啊，虽然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可是呢，拿到了这一份辛苦赚来的钱，那就是呢很踏实啊。现在呢，再回头啊，可能呢，啊，也许啊，还是回归正常的人生。总而言之啊，人生啊，我们要能懂得呢，要如何。去少欲知足啊，我们要如何呢来成就人生的正确的方向？学佛要学菩萨道，学佛呢第一个步骤呢要先能理解呢，理解这种多欲为苦，心中的这个欲念嘛，安尼打开啦，这种的人生快乐吗？菩萨无安尼啦，菩萨呢是上量地藏，安贫修道为慧事业，咱所要追求的是智慧，不是欲。菩萨所追求是智慧，去透彻了解人性。人性呢清净，人性是善良，随着清净善良的道路向前前进，这就是利己利人。真多人间的菩萨，确实。无所求，所谓追求的呢，只是地。
这在咱组织的大团体中比比皆是。在遥远的地方，就一群呢肤色跟我们都不一样的，那就是南非。看到了南非啊，朱鲁族的菩萨们呐、看常常提起他们来，我都感觉到那种的感动啊，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啦。的确，他们的生活是一个字，穷。但是他们的穷啊，是物资的缺乏，所以穷。可是呢，据我所了解，他们他非常的富有，那是内在的，那是无形的，那是无量数的，是心，他们的心的富有啊。的确呢，在在都很令人佩服。我们常常会听到，哎呦，我家己，等好我呐稳定落来的时，啊，等好我呢，这些困难拢克服了的时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把握当下做就对了啦。人生无常啊，他们很快呢，就是使命必达，他们要把握当下，已经觉悟了。了解了，知道了人生之苦，还有比他更苦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们要去付出，所以接受慈济呢，就开始行慈济道。怎么教，他就怎么学，而且呢，诚心的付出，艾滋病偏多啊，他们呢。走入艾滋病的家庭，看多么勇猛啊！那一份爱心啊，我们在台湾看到了，慈济人常常呢为老人家洗澡啊，那这个整理哈仪容啊，其实呢他们也是一样哦，他们呢是应该就是说每个星期都有固定的时间。到了这样的会刷定期吼，看很多人都被遗弃掉的艾滋病人，他们呢会去帮忙啊，不管是男女老幼，他们都是呢去付出去服务，帮他们洗，帮他们按毛，帮他们清理等等，还会呢陪着他们呢、走出了阴霾的家庭，那把他们呢扶啊、背着啊、抱着啊等等呢，就是到外面晒晒阳光，看这种的爱呀、怎么叫我不感动呢？这一群菩萨长期以来所生活的是那样的坎坷。穷困，可是他得到了一分的这个道理呢，他们全权服用，他们可以呢能常念知足哈，安贫所到。他们虽然是贫呐、他们能所到啊哈、那所以呢，为慧事业哈、他唯有智慧啦，是他们终身要追求的。这就是菩萨，所以呢，我们人呐、总是在迷与悟啦。就是穷困人，他觉悟了以后呢，他能安贫乐道或者是安贫所道。
道了，在人生的轨道上，不只是自爱，还会去爱人呐、啊，真的很令人感动啊！而且呢，他们还要呢发愿，每天一定呢要抽出了时间，所有的他们的志工哦，互相勉励哦，每天呢一定要抽出了一段时间去讲慈济。宣导慈济，还要呢虔诚祈祷，为天下、为海地祈祷。他们呢就说发这样的愿哦，而且呢他还要呢要做舒服的脚、舒服的手哈、哦，那去照顾呢，安尼我惊未到的所在，照顾未到的地方，他们呢都愿意去做。他们的精进呐、啊，各位菩萨。不亚于我们现在的哦，看看他们的生活。可是呢，他们能这样做，把握当下做，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呐、啊，哦、啊。所以呢，八大人结经的第三节呢，就是让凡夫啊，就是心无厌倦，为得多求哈，所以净重罪恶。菩萨不腻，菩萨不会安尼啦。菩萨呢，就是上念知足啊，安贫修道，为慧事业吼，唯有智慧啦，就是咱所要精进的方向。所以呢，令安则令定，定则令静，静呢则令理，吼，细细的。考虑人生的方向应该在哪里，各位菩萨，我们真的呢要用心啊。